很多人问我 Fluoa 灯到底可以转换出几种颜色，今天我就 demo 给大家看 Fluoa 灯可以转换几个颜色。所以我现在用我 remote control switch on 它先，可以 switch on 了，然后我会按减加这四个地方， OK 这四个地方， OK 这四个地方的时候，你每当你按的时候呢，它颜色就可以开始面亮变暗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按这个减的时候，它颜色开始变减，然后再来 OK 这样子看，变减，如果按加的时候它就会越变越亮，我再按减它就越减越低的， OK。 然后我现在打算要把它变成红色，然后我就往红色这里加， OK 它现在你可以看到它变成比较蓝的，然后我再往红色这里加，对，它可以慢慢变成红色。所以你可以由你的自己的调，所以就带有紫色的，所以你再调蓝色，所以我打算要把蓝色给关掉先，那我再调红色，可以看得出它非常的红，那我再把它加成青色，对，它就很青，那我给加蓝色，那就会变蓝，或者是你按这些 mods 都可以，蓝灯、浅蓝灯、打白灯 ，OK。紫色的灯，所以塞不到。然后还有，打雷的木子，看得到他打雷的木子吗？我sorry按错，打雷的木子，它就会像闪闪的嘛。对，然后其实你可以自己自行的 try 这个 remote control 所按出来的那个特效啊、效果啊都不一样，因为。我们不清楚你们每一家的鱼缸都是用什么样的 mood， 然后我们还有个 P1 P2 P3 P4 的地方，其实就是说你每当按了你喜欢的颜色，你可以 program 起来，如何 program 就是按这99就是 program 起来你所要的那个 design 了。 今天我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。